希望你也能够发展一下。我只是你一个交易上的筹码是吗？我不要做林英的工具。听这答案了。你好，我是顽婆袁木青。没办法，文章后队带长认错的。我们俩这样也没遇到，是不是很有缘分？嗯，那太好了。他和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哇，师兄！导演，我演的好吗？这戏我来投资。但请你不要太快解开。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真的，把我关着。你没事吧？真的抱歉，真的。那看来是真的了。不过，我想好了，要永远都在一起。